哋嚟到中山，帶你睇一樣好勁抽嘅嘢。好勁抽啊！嗯，我估下先。唔使估噶，我哋去睇就得噶啦。出發。秀小弟一拜，好嘅。哇，有龙添啊！龙的传人啦，多谢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咧，头先嗰个系咩武种嚟嘅？好似啲醉拳咁样嘅。国家级醉龙舞。哦，醉龙舞。嗯、哦，师傅啊，咁可唔可以拜你为师啊？好嘅。师傅啊，头先睇咗你哋嘅醉龙舞咧，我哋都好感兴趣。我想知道，其实醉龙舞系几时就有嘅咧？宋代有噶啦，我阿爸咧保留落来到2005年啦，我组织翻嗰支长洲嘅醉龙队，作为一个文化传承。咁佢系点样嘅一个由来啊？醉龙咧供奉喺庙里面嘅，我哋村里面咧饮得酒，食得饭，今日巡游嘅。村民咧空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嗰之类。明白啊，咁我哋一事不宜迟啦，可唔可以露两手？教下我哋啦！好啊，立正，好开马，哈，哈，前弓后振马，前弓后，啊，呢个三星贺龙，哈，哈，哈，啊，呢个系金鸡独立，哦，金鸡独立，好，好啱喎，啱喎，高龙饮酒，高龙饮酒。醉龙舞啦，唔单止系维系世代乡亲嘅情结，亦都系中山嘅民族文化底蕴，亦都系国家文化嘅传承。冇错啦，所以我哋希望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可以将呢一份优秀嘅龙精神、龙文化传承落去，发扬光大。好，传承落去。